俗话说得好，冬吃萝卜夏吃姜，兔子看到泪汪汪。今天捞个兔子，再来点纸浆，那么纸浆兔吃一半手，先把它们洗一半手。兔子我们给它砍成小丁丁啊，不要砍大了。砍好的兔丁我们再给它洗一半手，快把水分给它挤开哦。盐来半手，葱姜来半手，料酒来半手，软的差不多了，再给它弄一半手芡粉，起锅烧油，油烧的差不多了，给它炒一半手，火不要弄得太大，我把那兔子给它划散，差不多，给它捞一半手，把我们的紫姜、笋子、青红辣椒都给它切一半手，炒花椒来半手，蒜来半手，皮蛋豆瓣来半手。少给它倒点清水下去啊，兔子下它一半手，紫姜来一半手，青辣椒来一半手，起锅，来紫它一半手，哇，这个味道真的不摆啊，你边说边咽口水子。味道相当巴适，关键老三，我做一个集中点，小伙伴们在屋里弄的时候，一定要记得弄饭哦。我今天最大的失误就是没有弄饭，哎，不用不用。